Time is money。疫情每天宅在家，你的时间分配是否也乱成一团？请注意，您需要人好好帮您整顿一下。您好，我是贺龙，我是一名时间整理师。除了演出喜剧，我平常可是有打工。不过这次算是一种志工服务。整理师是一门新兴行业，大家也许听过空间整理师，简单说就是帮忙到府收纳杂物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收纳的是你的时间。时间整理师服务的第一步，就是与委托客户面谈，厘清个案的生活模式。在家上班之后，觉得事情做不完。我觉得我时间很不够用。我们先尝试一个简单的做法哦，有没有考虑过一天只睡2小时呢？啊？我们会追踪个案的日常，帮助个案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。核心概念就是三个字：断舍离。时间断舍离，原来如此。省时之外，我的目标还有一个，做好事。来，你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卡，不用唱完四句，不但更省时，还能减少噪音。你到底谁啊？安静多了吧？不要小看生活中的省时小细节，一分一秒积少成多也是很可观的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啊，才刚加水，有熟吗？快点！哎，你干嘛？来来，哇，好烫哦！不然吃这个圆形食物，不用等，更健康。不要啦！哎，那个，好吃吧？省时间，好吃。交通也是重要的一环，为了节省通勤时间，必要时得不择手段。哎，对，一箱都快绕一圈了。那身份证报价 ，A168 呢？哎，不好意思。这段可以不要放进影片吗？啊、这次不小心的，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帮助客户迈向时间管理大师的路上，回报了给我一句谢谢，是我认为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感。不用花时间看了啦，这部传承了啊，这部死了，你不要讲好不好啊？这部也死了，对你的够了没啊？我不看了好不好啊？不看记得拔掉插头，省时又省电。对你的。不客气，我是贺龙，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，同时也是一名时间整理师。快点加入虚拟志工岛的行列，一起发挥你的社会影响力。哦哟。